营运的时候都注重 ESG。 近年会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重视 ESG 投资，节能减排等 ESG 议题成为企业永续发展的目标。近年 ESG 浪潮席卷全球，很多国家要求企业必须披露 ESG 资讯，不少企业都觉得 ESG 转型可以加强竞争力，各行各业抓紧绿色机遇争夺 ESG 人才。